等一下再一张。外面是我自己写的。总是起来，一二三，心里觉得还不是。难道我是一个过犹未来，整天只会东奔西跑？我一直在寻找我的梦想在哪里？我一直在努力，却是不知道。朋友都说我没前途，整天只会在做梦。我一定会成功，给你们看。Thank you.